更高更快更强，新版龙虎赛平民必出的五大阵容。一、群攻。在黄马枪盛行的龙虎赛场，群攻是最克制 SP 马超的队伍之一，而且由于新版龙虎赛中节奏加快，开局五分钟即可接战，又衍生了白马流群攻，先人一步到达战场，去面对敌方速度较快的虎豹等突击队伍。二、藤甲女王盾。张春华配合红颜特性，全队能额外减伤20%，并且藤甲兵十分克制战场上的 SP 关羽队伍，白板必出。三、五谋起。五谋刚加强了缘分效果，再配合龙虎赛的默契特性，全队的属性全部提升40点，白板直接变满。四、关关张。配合扬威特性，关银屏张飞全属性提升30点，伤害提升10%，并且新版龙虎赛新增语音功能，实时与队友沟通，让对面的突击队无处遁形。五、黄马枪。 SP 马超队伍是目前的白板强度天花板，无论是黄马枪还是神威起都有不俗表现，配合毒武特性增加突击概率，同时增加伤害，十分强力。 Nice。